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礼拜开播《大中华新闻周报》。为了改善中华县政府周边甲因路相关停车位受挤的困境，县府是向交通部来争取，将现有的南桂路北滨停车场改建为地下一站、地上四站的立体停车场，一家当提供210个汽车停车位，甲523个机车停车位。彰化市南桂北滨停车场依照目前提供的停车位，无法度满足县府办公民众以及附近商家消费民众的需求。不管是上班日，也是假日，拢真歹动车。因此，县府是向交通部争取改建地下一站、地上四站的立体停车场。预计的计划经费大约是在4.4亿元。好，预计是新建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这样子的一个停车场，那提供汽车格位呢，大约在210个左右，机车格位大概是在520几个哈。原来那里增加计划三大停车场，预计年底完工。其中恩平公园地下停车场，按以去年12月开工到现在，行建进度已经超过50%。完工了后，将大幅改善大埔商圈停车容量不足的问题。那么预定在今年的8月、可以来完工。完工之后会办理工程的验收，然后县府这边会来做委外的营运，来提供民众增加在大埔商圈附近，还有秀传的医院附近的这些停车的一个需求。同样征收了其他的各后火车站的停车场，预计今年底地上正式启用。这个停车场后摆甲精湛，透过这个空调都接起来，咱拢免叫上上下下，免行楼梯，直接就接过安尼。未来这会当停300台。汽车将近295位啦，吼啊，奥特曼会当停525位的奥特曼，所以对着这个间隔后站的发展，咱拢有真大的帮助。你要看，起啊真水，啊，佮有提到文化意象，佮有装置意识，整个就跟我们的善行车库的铁道文化连接一线哦。停车场咧停到奥特曼也坐啦，你摆规个水饺拢停啊，万拢无。那讲客户要来，那拢无当停啊，都要即个紧好啦。县府交通处指出，预计年底完工的三大停车场，总计会提供汽车停车格849个，加机车停车格1152个，启用了后，就会当大幅提升市中心停车空间供给，改善停车问题。大中华新闻叶芳吴，中华彩虹报道。位于四营车库对面的台铁旧宿舍群，园区内底有6栋被列为彰化县历史建筑。2018年，全区登录为文化景观。彰化市公所透过立法委员吴秀峰向文化部争取旧宿舍群3栋的整修工程经费。文化部文资局副局长也专程到现场会勘，承诺会全力协助文化资产的经费需求。四行车库对面的台铁旧宿舍群，伫个2018年列为文化景观了后，彰化市公所积极要来活化园区，首先针对宿舍群内底3间联动建物提出征收计划。彰化市公所佫一个真好的经验，就是咱个富裕机关车园区修复完之后已经招租给民间来营运了民间。来做活化的工作，做观光的行销已经相当成功了。那我们进阶的要做这3栋的修复，也很快的。为了争取文化部的经费补助，立法委员吴秀峰邀集相关人员进行会勘，希望整个铁道文化园区会当带动彰化市整体市区景观做一个改变。那我们也期待，就是说将我们善行车库周边的一些建筑能够修缮完成之后，让彰化市的整个这个
都市景观能够做一个改变。文资局副局长表示，台铁旧山社群文化景观乃当征收起来，一定会提悬新型车库的文化资产价值。文化部会全力来协助。啊，今日特别就找阮文化部来遮吼，啊，要来想方要将这个啊文化景观哈，这个台铁旧社群来做整修，而且部分啊，阮文化部一定全力来加以支持哈。啊嘛，希望讲市公所会当甲台铁局吼，会当去协调，啊，协调一个方案出来。文化部答应要全力协助，市公所嘛已经甲计划案规划好啊。总工程经费其中的70%将由文资局补助，剩的由台铁负责。总共需要7836万元。完工了后，由彰化市公所向台铁承租作为前联旅馆。多张新闻，中向彰化彩虹报道。同时林场积极发展生态旅游，日时可以在步道散步，暗时可以看花金菇，做伙感受生态保育优胜的成果。2023同时林场花金菇季正式开始，敲锣当锣声大声响起，2023东势林场花金菇季正式开始。不少游客伫咧日时先来林场，行伫咧森林步道顶头享受森林浴，期待暗时的花金菇带来震撼。这边晚上萤火虫真的很漂亮，一定要来。中华观光会总干事表示，花金菇介意生活伫咧无污染、无公害环境，是一种重要的环境指标性通托。东势林场为着保护花金菇，无喷农药，营造生态环境，让花金菇会当一直生长落去，达到应有的花金菇生态。那东势林场每年三月中旬一直到我们母亲节这段时间哦，是我们萤火虫哦的旺季哦。我们在这边哈、哦，邀请我们所有的全国的好朋友哦，共同来赏萤。我们今年哦，预估我们东势林场将有300000只的萤火虫哦，在我们的四角林野溪，在我们的东势林场的营区哦，一起来飞舞哦，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哦、夜景。专工来参加开幕式的馆长王贵碧嘛讲，东势林场是一个适合大大小小做伙来的所在，尤其是花金菇季节，更加是亲子共游的好时机。在讲是一个风光明媚，足适合咱亲子，适合咱大大小小做伙的所在哦。那特别是这个时间，拄啊是咱的这个啊萤火虫的这个季节哦。那真侪人足稀罕讲啊，唔捌看过萤火虫，会使呢利用啊，咱三月底到四月这个过程中，大家呢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边。可以洗温泉，在这边可以看萤火虫，也在他们家假烂的这个田妈妈的一个料理哦，那让大家呢身心灵都能够更加的一个这个舒适。广东会强调，当时林场按日时到暗时都真好佚佗，三四月份的花金菇季，每一个暗时都能看到几万只的花金菇，预计四月中旬会达到上高峰的20-30万只。大众新闻，中央综合报道。现在正是科林亚开花季节，彰化市大路溪棒球场边就开满规盆的科林亚花，广告回来带乡亲来去欣赏。声明制作提醒咱的乡亲要注意防火安全，岁末要记得不任意烧杂草，不随意丢烟蒂，不让明纸飞扬，不放爆竹烟火，记得扑灭余烬，记得收拾垃圾。星星之火可燎原，小心才会保平安。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县西乡长苏伟俊。4月1日、2日即将在我们蛤蜊兵营举办2023缤纷县西蛤蜊兵营趣味一起玩，现场有美食市集、闯关游戏，还有牡蛎 DIY，欢迎大家一起来新西玩。今麦收看是开播大中华新闻周报。每年春分前后到清明节这段时间，是俗称南路鹰的飞面狂鹰经过彰化季节，包括山顶的秀英平台，在这段时间总是吸不少民众前往欣赏南路鹰。
有不少学校都把握难得的机会安排生态教学，在协会专业导览介绍之下，不但能看到南投县的风采，更能让生态教育向下定军。学生囡仔提起千里镜来找南投县的踪影，这群高中生拢是头一届来看县啊，各归的位是外国籍的交换学生。Do you feel very excited to have this? 对啊，对啊，我。我是，我很兴奋，我很兴奋遇到这个机会，就是希望可以看到，就是平常在都市里看不到的一些鸟，因为其实在都市平常我们都看到一些麻雀什么之类的，可是到山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更多样的鸟类。中华野鸟协会甲学校合作，派出专业的导览解说人员，先伫个学校透过影片，让囡仔对八卦山生态有初步熟悉，最后带因直接上山，让学生囡仔直接来欣赏南投鹰的风采。啊，即卖着囡仔拢伫遮咧看咧等，因为鹰啊吼，你无法度讲伊当时咱也无甲靠啊，无咧伊唔知伊当时会随时来，所以阮即卖伫遮咧等，咧等等伊等下位南部起来，因十一点这个时阵，伊都会位南部飞起来，啊来咱这。天顶才会盘旋。就因为生态保育观念愈来愈好，这几年南投鹰过境中怀数量年年增加。两天之前，甚至阁创下一天就8000多只过境的记录。以阮中华鸟会做操这20几年的调查来讲，这5、6年其实咱中华的这个平台啊，只平均拢差有30000多只。哦啊，这算讲是环境有咧稳定。鹰啊，咧过境的时阵，伊的一挂状况就较袂改变。野鸟协会人员强调，按即马开始到清明节，都是欣赏南投鹰的上好的时机。雄鹰平台，逐工都会有野鸟协会志工伫咧现场做调查记录。雄鹰过程中有生态问题，都会当向现场的义工老师请教。欢迎来赏鹰。报道新闻，丁尚琼华采访报道。现在当时可能啊开会季节，有台湾樱花美青的可能啊花，开会时阵有淡薄的芳气。现在咱就透过镜头，前往位于彰化市大肚溪棒球场边欣赏美丽可能啊花。天牛哈、很喜欢在树皮上面筑巢，然后这边产卵。小朋友详细听老师的讲解，三名国小学生的自然课是来到学校附近的大肚溪棒球场边，以大自然为教室，来熟悉这个目前当地的大块的可能啊。这个球场也是在我们学校学区啦，啊，刚好这总观是种这么大范围这么多花哈，而且非常漂亮，非常壮观。我想要小朋友学习不应该局限在教室，他说我们学校在附近而已，我们就把小朋友带来这边实地来了解一下、访查一下。让孩子更印象深刻，我觉得这样的教学更有意义。啊，因为我们来做球场的时候，本来这上面有大概树体上有大概有差不多10-20棵，啊，后来我们在这14年的当中，每年大概会种大概50棵，从后面把它移植过来啊，所以今天现在来讲的话，这里大概应该差不多大概有400-500棵的苦楝花。刚好现在是苦楝开花的季节，然后就想说来跟着网路上来追花一下。然后这边就是场地很大，而且花很多，然后刚好一下车就可以闻到那个苦楝的一个淡淡的清香，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地方。可能啊，无亲像烟花、红莲木或者是木棉花的色彩遐尼明显。可能啊，花蕊白色当中有淡薄紫色，开花时会当闻到薄薄的香气。毛游客是专程来这赏花，而且不只是会当观赏，还有其他作用。苦楝整株都可以使用，那苦楝它可以用在中药上面，最近是用在有机农法。以台湾夏天、春天以后要种花、种菜。病虫害非常多，所以说我都是用苦楝油，然后把它稀释200倍之后用来驱虫。老师，苦楝油要怎么萃取？啊，苦楝那萃取的方法其实有好多方法。第一个可以用什么酒精？三民国小丰富囡仔学习经验，学外教学课程特别带囡仔来行出校外，探索学校周边的自然环境，感受季节变化。可能爱开花期大约是每年的3月至4月份，并将爱把时间来欣赏动漫美丽花蕊。多张新闻，苏佩竹、刘富林、詹吉彩、中华采访报道。鹿港镇大友街一间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古厝，也是鹿港民俗诗浪府的老厝，被保留下来。
经过整修了后变成咖啡馆，出租除了给游客可以在楼处享受美食，可以在这免费体验穿长衫，那种老念真有感觉。来到鹿港老家铁佗，不然只有水果子和吃蚵仔煎，其实还有不同款选鹿港的方法。乡亲啊，你的目睭无看唔到，就是会当穿着头家提供的长衫，欣赏历史建筑之美，可以当翕真济真水的相片。我这边因为这边是老屋嘛，所以呢来这边的话，就是好像走入时光隧道一样。然后就然后老板非常用心，准备了非常多的旗袍，然后有各式各样的旗袍，然后让我们穿，而且还免费。然后所以呢，大家来这边就是变身，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其实来这边啊，就是餐点好吃，然后又意外得知说，哎，这是一个百年老厝，然后老板也很用心的在布置，还有阁楼上也有那个旗袍可以让我们免费越换拍照，然后大家每次来都玩得很开心，也吃得很开心这样。另外头家再来邀请白雕大师吴马庆以及皮雕大师施敦林，将他的作品拿来到店内展示，也让老古厝透过大师的作品展现出生活力。港两百年的老房子，好、哦、啊，那以前这个在老街上它是船头行，所以啊它这个典型的闽式的街屋的建筑，长条屋的建筑。那这个建筑因为在屋主在4年前翻修的时候，他在之前都是荒废的状态，然后4年前装修的时候他就、也恢复原状，然后也依照比较古朴的方式来恢复原状，所以我们2年前搬来这边的时候，我们就是依照这样的基础，没有过多的装饰。那我们现在就是装修最大的装修就是前屋主施让甫先生他的墨宝和鹿港在地先贤的一些字画，这是我们最大的装修，也是我们最引以为豪的地方。那现在还有一些我们就是跟鹿港在地的木雕皮雕 的大师来 做配合，他有提供给我们他们的艺术创作品，然后在我们这边展示，让我们的客人啊可以在这边用餐之余，也可以了解这个老屋房子的结构，也可以了解鹿港在地艺术文化的一个风貌。鹿港是一个迷人的小镇，趁着后疫情时代观光开始大开放，穿着长衫来到百年老古厝，来一场重回古早时光的小旅行。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彩虹报道。今天的报道，台湾话要教给乡亲什么款的意思，我们再回来看看。欢迎大家到底来学台湾话。今天的意思是大家，意思是查某人对家己翁婿老母的称呼。咱来看地区，阮大家做人真豪爽，过来是俗语。金胖无好洗，金鸡无好打鸡，金胖赶紧胖的洗啊，无好洗，无好的洗线，无好的成品，金白白胖出来洗线，品质无一定是好的。想赶紧决定要嫁新娘，也未探听清楚内家大大细细底底就嫁出去，凡事是拄到歹打鸡，所以要劝大家。凡事唔通想赶紧，无经过大脑的思考，就直接决定代志，安尼定定会拄到歹的结果。前面这就特别到了，河尾镇平社区特别制作七角粿，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有一种仪式，一生只有一次。华范礼仪。
您有资金上的需求吗？您还在苦苦等待吗？安心当铺，轻松借贷无负担，周转找安心，未来亮晶晶。838-2222，838-2222。欢迎继续收看《开普大中华新闻周报》。今嘛，咱要介绍一间制作木灰汤的老工厂。第30多年前，就是全台湾上大的灰汤制作厂商。关于这挂美丽的木灰汤，甲伊背后故事，咱今嘛就做回来了解。即天，咱来到堆满木料的铁厂，已经有一架做的施工。今嘛，咱台湾干那剩一间，结合几乎都是看不到空隙的，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们里面的精密度真的很好。伫咧遮，每一步拢真高工，100支的木条放伫咧切割机台，一个地当拍出七个孔，用钉扣扣的木片拍中国结，是爸爸留下来独门技法。因为市面上买不到，然后我们请那个铁工厂做，他也做不出来，因为钢的东西很脆。啊，这个这么细，你不能用钢，只能用铁。那铁，所以说我爸爸就是把那个旧的锯子哦，用磨的，磨到这个角度，所以他100片这样，每一片去磨角度，才磨出来，才能做出这个东西。雕刻花汤，高级特殊多型，唱到敢那内行人才知影吉祥话。是富贵圆满，那尤其呢，在葫芦呢，代表是一种福气，那。也要祈求年年有余，像这样子，你看到又是一朵花，花开富贵，中间是个古钱嘛，花开富贵。所以我说过了，这个图腾要去延伸的话，看个人的想象，也许呢可以达到上百种的图腾。即马工厂边顶拢是早期外销日本传统的木灰汤，如今订单拢无啊，为着延续木灰汤的生命。花汤一年，陈正中是将大寸尺的木花汤改造成为各种小花汤的文创商品。日本的宿舍里面哦，挖掘到这些图样，然后他就是想说，这么好的图样要给大家看，所以他一直在想说，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漂漂亮亮的哦，所以艺术化，然后让人家欣赏。所以我们他一直在不断的在做花样。那我的想法是说。这个花样也要让大家能够做，所以我才设计出 DIY 这种东西，让大家可以玩啊玩。它就是从做 DIY 的过程中又变化了不同的花样，那也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参考。当下底啊，那是跟起八百老工厂，也重新平衡花汤工业新风貌，让花汤会当继续发光发热。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大港彩虹报道。各类菜饭是一出经典的台式炊饭。主要是将米、甲黑米、猪肉、甲红菜头顶配菜，拌做伙菜饭料理。新港溪底社区厨房志工是大家拢真用心咧，变换关怀祭典共餐的菜式。啊，来这次传统的古早味是长辈上佳的料理。这段时间得指定要食健康佮营养的各类菜饭。在关怀祭典上课进行，溪底社区的厨房志工就先到厨房报道，大家开始分工合作，清饭、切菜、备料，脚手是相当的溜达。因为今仔日要来料理古早味的各类菜饭，满足祭典长辈吃康。等待清饭的时间，厨房志工也赶紧开始插配料。葱仔、虾皮、芡香，陆续将猪肉、黄耳、红菜头、蚵仔等料理炒熟，最后加入重要主角各类菜，搁翕一下，最后将白饭拌拌咧，就完成了。这古早味的，老伙仔大家嘛爱食这味啊，嘿啊，啊这多点两要煮个金泡，这一摆吼拢一两道嘞吼，爱鼓吹啦。大部分的时段因为喙齿无好，食饭配菜，歹煲嘛歹吞。这次美味的各类菜饭，一嘴就能吃到菜饭，尤其是社区的志工，都会特别将饭菜翕一下，较好吞吃。所以只要吃各类菜饭的日子，大家都会加吃几落嘴。饭我吃袂饱，煲的菜饭我吃到饱。
就囡仔食到大汉，食到今年八十了。咱阮这个社区做志工哦，大家都真熬煮，煮甲食，哦，拢食伤饱，顿下足艰苦嘞。因为熬煮啊，佮烹料佮参够，佮足好食嘞啊。系因拢足辛苦的吼，啊伊嘛是拢哦安尼煮透早啦吼，啊都爱来。全家有诶无诶。社区理事指出，真正真感谢厨房志工辛苦付出，除了爱比别人较早来，该用心规划几点共餐诶菜式，兼顾健康甲 BB， 厨房志工诶好手艺，也是新时代来几点学习诶动力。大中华新闻叶芳吴新港彩虹报道。清明节特别高落，根据传统习俗，拢会准备七块粿来制作。河北定边社区也特别制作菜脯米、甲土豆米两种口味的七角粿，不管是软粿、炒料，每一个步骤拢是真功夫，彰显传统手艺古早味美食。清明制作拢会准备七角粿来祭拜祖先，不过随着工商社会发展，传统做粿手艺渐渐啊失传。河北定边社区特别安排制作菜脯米、甲土豆两种口味的七角粿。彰显传统美食的好滋味，好吃无？好吃哦，够 Q 的哦，够 Q， 袂歹哦，袂歹食。嗯嗯嗯，好哦，好哦，得到到咧。看你食真 Q 呢，真好食。祭拜祖先要扫墓的时阵，咱拢会做这粿来做这个祭拜的食物。啊，食物祭拜完了后，阮会把这些食物会搁。送给一寡迄个较早人咧饲牛咧放牛的一寡囡仔好食，所以炒粿咱较早阁叫做应梦粿，就是讲分予因去食的部分，伊若咧饲牛放牛的当中，卖甲牛去打着咱森林的一寡坟墓，所以即个有一个意义，就是慎终追远。另外就讲透过炒粿制作当中，表现着咱跩时代的一寡手艺，啊，做些健康的食物来表现出来咱即个特色的文化。油诶，再较硬，再较硬。哦、一开始先经切较炒的又筋又血，然后加水落去滚。而且顶边的这个妈妈搁一个小撇步，就是将火嘛加落去煮。火较 Q 啊，火较 Q， 所以料啊掺火，安落去掺粿落去切。做粿非常了解，社区志工大家分工合作，依循古法来下粿。软粿炒鸭料，每一个步骤都是真功夫。豆干啊，这豆干啊，你少年来要叫伊做这一回了。社区做粿用的都是真材实料，虾米、香菇、猪肉、土豆加菜头丝，加上油葱，香滚滚、个 Q 弟弟，七角粿出炉了。彰显传统好滋味。德中华新闻叶芳吴何必彩虹报道。这个周末假期天气如何？透过气象预报报好，详情怎样？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李冠军，咱再会。